时间去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觉得这个领域对我来讲，知道的东西也不多，我也去想学习的更多一点。即系我本身对呢个航天科学都非常之有兴趣啦，屋企都会睇呢一方面嘅书，所以好开心嘅，一定会。那我就刚好有时间，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能听到一个这么精彩的讲座。对，大概有十个人来。因为我们已经选了科了，我是选的是比较偏文科的，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我会可能通过课外吧，我会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因为要全方面发展。主要就是我对航天啊这种事业比较感兴趣，而且就是想过来就听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航天事业是如何突破重重的技术封锁，然后达到今天的这个成就。就卫星上号的那方面，就我觉得是近几年我们国家发展的东西也挺快的，又就感到自豪吧。毕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科技，而且是一个技术，我觉得是挺值得去发扬光大的。我只知道中国有这个发展航天科技，但仍然未知道北斗这件事，今天对这个有很深入的了解。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讲座，我对它比较应用的方面比较感兴趣，还有我听到了谢军先生他之前在研究北斗这方面的那些经验，我觉得是他的那些科研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中学生去学习的。就全程总体来说都比较感兴趣，那其中最感兴趣的还是北斗卫星嘛，因为之前就是听说就是美国的 GPS 就是可以对中国进行封锁，然后让中国无法使用，然后今天的北斗卫星就是中国可以自己使用，就不受美国 GPS 的限制。我觉得这次的讲座对我来讲会有带给我一点点的收获吧，因为我平常不太会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方面关于航空的卫星啊这些东西。这次的讲座可以多多少少带给我了不同的方面的知识吧，就很开心，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可以令到即系咁多位都可以对呢个航天科技了解多啲，是增进自己对航天的一些认知吧。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少人会去像他们这样去非常努力坚持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这样的精神。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